一行，阿斌啊，这里的专练马上就到了啊！那将军呢？咱们先上车，上车再说啊！快，扶他上车，快点，快点！上级领导问。 乔长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乔长军开的火车已离开车站了，离开满洲里城区了吗？刚才接到通话报告，乔长军预计30分钟后进入矿区轨道。上级领导已经批准专列暂停，原地待命，等爆炸过后再进入满洲里。我们也是这个意思。天福，以你对乔长军的了解，他能完成这个任务吗？能。 一定能！乔长军对党是忠诚的，他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。组长，电话。 现在的车速是60，而且正在提速，前面就是矿山了，一切正常，有什么指示吗？乔长军，韩冰找到了。找到了，他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他想跟你说话。等等，我的事你跟他说了吗？还没有。我不知道，你想不想告诉他？把电话接过来吧。 乔长军电话，长军，是你吗？长军，韩冰，我是乔长军，你好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派出所，盖振海找到了我。你没事就好了。听着，我很担心你。啊，那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那边什么声音呢？ 我在开火车呢，我在火车上。你怎么在开火车呢？韩冰，你听着，这事儿我得告诉你，我不想瞒着你。但是你答应我，听了以后你不许难过，行吗？你说吧。我把教主的阴招给识破了，他在车站安了2个炸弹，一个是假的，一个是从境外买过来的，威力很大。 而且根本就没有办法排爆。我们必须把这个炸弹放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让它爆炸，找一个矿山把它给引爆。这事儿只能我干，你明白吗？你又一次打败了他。对，又打败了他一次。我就知道，这个做英雄的人。 一定是我。那你还能回来吗？对不起，韩冰，我回不去了。喂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可能回不去了，韩冰，对不起。 你太自私了，乔长军，你太自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从鬼门关挣扎回来，不是为了看这样的结果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，乔长军？你必须回来，你必须要活着回来看我，乔长军，你听到了吗，乔长军？韩冰，你冷静点行吗？ 你听话，冷静一点。你应该清楚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现在只能这样。我只有一个办法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长君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
过另外一种生活。我总是不能陪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。我对你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但是请你给我点时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再给我机会，让我去对你好，全心全意的对你好，好吗？韩冰，你听着，你别瞎说，你对我很好，你对我最好了，全世界只有你对我最好，听见了吗？喂喂，韩冰，你在吗？你在听吗？我在，我一直在。你听着，你要记住我说的话，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活着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你要把日子过好，你要替我去咱们的祖国所有好玩的地方去转一转，去看一看，把所有咱们没有去过的地方你都要转遍了，知道吗？都要去看遍了，去玩遍了。然后我希望你把咱们所有的一切全都忘了，把我给忘了，把教主给忘了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听明白了吗？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你必须给忘了，你必须答应我，听见了吗？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专心开车了。将军，乔将军，乔将军，你听着，韩冰这辈子永远都不后悔嫁给你。我也不后悔。乔长君，联系上韩冰了。乔长君总算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心愿了。组长，邵延杰提供了一个线索，他是临时决定把韩冰送到城南的安全点的。但奇怪的是，教主的手下怎么会知道那个地方呢？现在着手办两件事情：第一，撤销满洲里全部的安全据点；第二，去查查，看谁查过安全点的资料。是。爆炸时间已经到了，怎么还没听到爆炸声？会不会是乔长军出了什么问题？不行，不能再等了，马上通知驻军启动飞机，沿途寻找火车头，发现立刻摧毁。是。等等，再等等吧。就是没买票吗？有罚金，你怎么上来了？刚才你们准备当英雄的时候，我藏进来的。你上来干什么？马英说你是英雄，是长生天赐给我们的英雄。我还觉得这孩子是在说傻话，可是刚才听了你那些话，
我觉得这孩子说的真对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上来干什么来了？我也想当英雄，既然非得有一个人要死，既然我这伤重的已经救不了了，就让我来吧。哎，你别胡思乱想啊，你那伤不碍事的，能治好。我怎么能不知道我自己的伤呢？你赶紧下去，炸弹马上就炸了，赶紧下去。让我替你死，你替我活着。你别在这废话了，赶紧下去，下去，快点，下去！哎哎啊！哎！裘长君，告诉八音，他舅舅也是个爷们儿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组长好，1864专列安全抵达满洲里车站。杨无中同志，祝贺你们。
军！你还活着？你还活着？你还活着？你伤的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从我眼皮底下溜走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要你从我眼皮底下溜走，再也不要。开始好了，你们也算是功德圆满，夫妻团聚，我也该去找我媳妇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刘发金，死了，是他。开着火车把炸弹给销毁了，你放心吧，我答应过他，会把巴音抚养成人的。甘振寒，你被捕了。啊？搞错了吧，小战士？哎。谁的命令？奉命抓捕迪特，这是上级的命令，我们就是执行。带走。是，走。哎，组长，有个情况想问问你。是关于盖振海的。对。是你下令逮捕盖振海的，对，没错。怎么，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？不。来坐。我一直怀疑盖振海，这人来历太蹊跷，很多事情都先于我们一步找到线索，所以我认为，应该把他交给我详加审讯。你的担心有道理。但是审讯盖振海的工作，还是我亲自来吧，毕竟我更了解他。那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？我们这次虽然挫败了教主破坏专利的计划，但是并没有抓住他。我怀疑教主在满洲里和其他地方，一定还隐藏着没有暴露的地下反动组织。所以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集中力量，消除这个隐患。捣毁他们的老巢。您的意思是？我是这么考虑的：由你负责和小组成员逐个谈话，并做工作总结。工作总结？对。咱们的工作在前一阶段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，比如寒冰藏身的安全点就被敌人找到了。你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要搞清楚。组长，我觉得这件事儿应该让陈法音查比较合适。我是给你布置的任务。是。专家组离境了，陈法音回到了总部。我所以安排你来负责，主要是考虑你对大家比较熟悉，便于开展工作。我明白。陈刚，咱们还有一些通信设备在火车站，今晚你去把它拉回来吧。报告，长春吗？请进。副组长，陈刚是怎么了？情绪好像不怎么高啊。坐吧，林亚副同志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双手放在大腿下面，手心朝下。这是干什么？我所制定的谈话程序，每个人必须遵守。不就是谈谈工作总结吗？干嘛这么严肃啊？
所有问题我只问一遍，请如实回答。 11月2号，当火车站发现第二枚炸弹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乔昌军又在什么地方？你们之间做过什么交流？请如实回答。我是负责站台安保工作，对爆炸物我不在行。乔昌军在找炸弹的时候，无意之带着巡逻队在站台上巡逻，严卫忠组长的位置。 是在栈桥。长春在3小时内的回答，内容较为一致，但在第8次、第17次、第34次回答中，对该人骸出现的时间和具体方位的描述有所误差。什么意思？长春叙述的内容有问题吗？不，说真话的人往往在面对不断重复的问题时。 会变得越来越愤怒，他们的思维也会因为情绪波动而重新组合事件，说谎者责不认。所以，我认为长春的话可信。我们总共在火车站找到了2枚炸弹，其中一个竟被咱们的爆破专家给忽略了，其实那个才是真的炸弹。乔长军确定这一点的时候，我没跟他在一起。 韩冰失踪的消息是我向组长报告的。后来，乔长军审讯方林的时候，我和组长在一起。你对小顾的叙述有什么看法？顾可一的叙述属实，我非常清楚。但是，他所描述的事实却完全一致。这说明顾可一事先就思考这些问题，这是掩藏秘密的一种特征。 每次回答都完全一样，面对压力的时候，总能用同一种措辞来回应，保护自己脑子里的真相。你确定吗？你看，我要求所有被询问的人，双手放在大腿下。 手心直接接住这块布，顾可一在回答问题期间，手心大量出汗。你认为顾可一在掩饰什么？按你所说，他并没有说谎，但内心却非常紧张。看来小顾有些秘密，是不想让我们知道。 到你办公室看看，让我也体会一下你那个问询现场。好，走。组长，你和小组工作人员的谈话基本上快结束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个人。你是说，什么时候跟乔长军谈呢？ 我认为乔长军没有必要接受谈话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对党、对我们的国家非常忠诚。这一点，我比你清楚。你应该知道，乔长军的妻子曾经是教主的人，还是教主派在乔长军身边的监视者。啊，最关键的是，他不是乔长军发展的内线。 这件事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是韩冰亲口对我说的。既然韩冰敢于承认，这就说明他已经彻底弃暗投明。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。再说，乔长军为了186次专利安全离境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和你都相信乔长军，但我现在最担心的。 是韩冰，万一他的告白是一种以敬为退的自我掩护，那我们反倒会因此放松对他的提防。炸弹是谁发现的？礼拜天是谁揪出来的？乔长军所立下的这些个功劳，
我肯定会向上级领导请示，给他嘉奖。1864专列还要返回国内，以教主为首的敌特组织还没有铲除，我们面临的安保任务还很艰巨，所以对敌特和韩冰的调查我们还要继续进行下去。好吧，我明天就找他谈话。不，对他们夫妻的调查要秘密进行，像韩冰这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，不花费一定的代价，你很难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。那我建议暂时停止乔长军在安保小组的一切工作，对韩冰的行动全面监控。这专列已经到了苏联了，你还有心情在这扫雪？对付1864专列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你们费心的事儿。我这种小人物，只能干点这打扫庭院的活啊。您这已经落到共产党手里，这次来大陆的行动力量只剩你了，我要启用你。主任说了，叶志已经落在共产党手里，这次来大陆的行动力量只剩你。主人要启用您。谢谢，谢谢。您跟主人说，我这岁数大了，这肩膀又窄，担不起重担啊。别谦虚了，我们知道你的本事。小伙子，我的本事啊，就是搞女人。过去有很多大事，都是坏在女人身上。打好你手里这张牌。主人说了，好多大事啊，都是坏在女人身上。让你打好手里这张牌。搞女人，干坏事。小伙子，谢谢你们主人啊。吃饭了，长军。长军吃饭了。哦。不明不白的就结束工作，我觉得我好像被安保小组给开除了。这阎王中连个解释都没有。哎，有你爱吃的家常豆腐。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蹊跷的？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给，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难得浮沉半日闲，我们可以听听音乐，跳跳舞，看看书，多好啊！快吃吧，吃完了，咱们出去走走。
小夫到。线路装好了吗？装好了。记住，监听的线路一定要伪装的巧妙。都是按您的吩咐做的。哎。你是周彩金同志吧？我是周彩金。我们在考察干部，程序是严密的。如果今天你把看到的一切说出去，后果会很严重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嗯。哎，你爱人是不是在满洲里监狱工作？是在哪儿？杨元忠他们呀，现在也不知道干什么呢，下一步的计划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哎呀，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，人家想要干什么，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。186次专列虽然已经出境了，但是几个月以后肯定会回来的。教主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哼，安保小组的任务根本就没有结束。组长，您找我。来，坐吧。你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，对于乔昌军的安排，是经过上级批准的。这件事情，你就不要再过问了。组长，乔昌军是您的学生，一个为党立下汗马功劳的同志，不应该让他这样离开安保小组。我说过了，你不要过问这件事情。是他什么地方让您怀疑了吗？我不会轻易怀疑自己的同志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下午要出去，有什么想法，我回来咱们再谈。这段时间，我们掌握了教主不少动向，抓住他只是个时间问题。我们这样对待你，是怕你咬舌自杀。你虽然是个特务，但我仍然要保证你的安全。那你现在不怕我自杀了？你要真想死，谁也拦不住。但总不能这样绑你一辈子吧？你想知道些什么呢？从你这儿，我什么也不想知道。因为你说不出有价值的东西。你没有办法让我开口，在自己找这个台阶下。你不是教主的心腹，很多事情他根本不让你接触。再说，从你被抓到现在，他想办法救过你吗？他派到我们这儿的内奸，为了你，动用过吗？还自以为是教主的心腹，你不过是他的一个弃子而已。想用激将法，攻心的能力可比教主差得远了。想让我帮你，你用什么条件交换？
企图行刺仿苏专家团，这是对我们新生政权的极大侮辱和挑衅。为了回应，我们要调集军队对你们海外基地进行全方位的打击。你们想发动战争？你们的基地在中国的领海上，我们出海剿匪是行使主权，谁也干涉不了。基地被打烂了，教主就会成为丧家之犬，你们的组织也会成为无本之木。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忘了告诉你，我们抓住了方玲，他是教主埋藏在满洲里的特务。这个头脑简单的小丫头，哼，她能知道些什么？炸弹的最后启动靠的是他，你不过是他打出的一张迷惑我们的牌。你说在教主心里谁更重要？我是想用方玲试探一下叶芝，结果发现他根本不清楚方玲的底细。也许方玲会知道一些教主的秘密。让长春立刻提审方玲，要弄清楚这个丫头是怎么变成特务的。是。把她转到普通监区，让他进一步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关注下降，他才会有动作。可是组长，普通监区的守卫不严，像叶芝这样的老特务不一定看得住啊。我会安排人盯住他。本事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让我去羁绊。满目萧索的心也似会复燃，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驱散一生的黑暗，不褪色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其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让我去羁绊。满目萧索的心也似会复燃，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驱散一生的黑暗，不褪色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